推公投，禁挂五星红旗。11月底，台湾将举行九合一选举，为此，岛内各政党社团开始提出各种所谓的公投提案，拟利用选举造势。但日前，民进党提出五项公投提案，其中禁挂五星红旗这一项引发诸多争议，台媒更是直指，如今两岸关系犹如死结，愈拧愈紧。若此时推动禁挂五星红旗的公投，升高内部和外部的对抗氛围，恐怕是走一条危险的钢索。台湾中华爱国同心会此前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前的公园插满五星红旗。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新闻网。台湾联合新闻网二日报道称，自从所谓的公投门槛下调后，岛内各界的公投提案迄今已有40余件。在今年3月，岛内有部分团体及学者找上民进党，希望能联手合作推动几项公投案。对此，民进党二日决定将通过台湾各地党务系统协助民众团体联署，包括禁挂五星红旗、性别同工同酬、参与国际组织、安乐死合法化、设立动保机制等五项提案。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截图，但明眼人一眼看出，这五项提案中最受争议的便是是否同意立法规范禁止公开展示及悬挂五星红旗等境外旗帜。报道称，与这项公投提案的类似内容，去年9月就曾有民众在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提案，但台当局法务部门今年1月以不服言论自由为理由，决定对提案不予采纳。此内容也被不少人士认为有违反台湾现行限制性规定之余，且值此两岸关系低迷及敏感时刻，民进党出手协助公投提案联署，恐引发各界议论和联想。金门老街升起五星红旗，游客拍照留念。来源：台媒台湾联合报二日发表评论，认为两岸关系如今犹如死结，愈拧愈紧。台中要友邦多米尼加和布基纳法索两块骨牌接踵倒下，历年警戒。若此时民进党协助推动禁挂五星红旗的公投，升高内部和外部的对抗氛围，恐怕是走一条危险的钢索。评论最后提醒蔡英文当局，如果不思降温，反而由民进党协助推动操作一次符号性反五星红旗的公投，以凝聚支持者，就算假民间之名推动，但大陆方面并非盲骨，怎会不知这是谁所为？如此岂不又把僵局搅成死局？公投虽然可燃起陆营支持者的热情，但也是危险的玩火之举，当火舌四窜时，有谁能卷袖灭火收拾残局？对于民进党助推的禁止五星红旗提案，岛内网友也不买账，纷纷痛批民进党无知，愚蠢至极。有网友讽道：掩耳盗铃，闭关锁岛，以为这样就可以搞独立吗？痴心妄想。也有网友酸：原来搞这些无聊的公投比百姓的生活还重要。还有网友打趣：是不是也来个民进党成员不能进入任何公共场所的公投？别人提案涨人气，民进党提案跌人气，这种蠢政党谁还支持？来源：环球网。